咱们讲完了这个天地水火风啊，也就是八卦中的乾坤坎离巽。本集呢，谈谈艮卦。这个八卦中的艮卦呀，象征着自然界中的山。无法想象啊，美丽壮观的大自然中如果没有了山，那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？艮卦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含义，就是止，停止的止啊。在彖传中有这样一句明确的断语：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该停止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，该行动的时候就要有所行动。这句话蕴含着朴素而深邃的哲学道理。世间芸芸众生啊，只知进取而不知停止的人实在是占有绝大多数，可以说每一天都会有无数奋进而不知收敛的人啊，亏损破财，骤然间呢一蹶不振。谨记进退之道，学问大矣。